24号，美军一架 F-35 隐身战斗机降落的时候撞上了自家的尼米兹级航母。 F-35 隐身战斗机有三种型号，当时撞上尼米兹级航母的应该是一架 F-35C 舰载版。撞上航母后，飞行员及时跳伞躲过了一劫，但撞击造成了甲板上的6名地勤人员受伤，包含受伤的飞行员一共7名人员，目前没有消息提到有其他伤亡。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当时可能发生的撞击画面。